迎收睇玩具专家嘅频道。今日咧，我哋就嚟到呢个嘅玩具专家玩什么不专业开箱嘅时间。咁今日就同大家开一包2020年推出嘅 Polly Bag 啦。咁佢就系 Marvel 系列嘅30453 Captain Marvel 同埋 Nick Fury。咁虽然咧佢净系总共嘅件数只系得32件啦，但系佢就包括咗两个 Marvel 人仔，Captain Marvel 惊奇队长啦。同埋神盾局局长 Nick Fury 嘅，另外仲有一个电影嘅经典场面。咁我哋事不宜迟，而家先同大家拆开呢包嘢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拆开咗呢包 Polly Bag 啦。咁佢个说明书咧都系得简单两页，都同10个步骤嘅啫。咁我哋而家好快咁拆一拆，再同大家介绍下。好啦，咁而家拆完啦，就同大家介绍一下呢包 Polly Bag 入边嘅细节啦。咁首先咧就系、是、呢个惊奇队长 Captain Marvel 啦，佢就系喺另一包77902嗰度嚟嘅。咁佢哋可以睇到佢个服装啦，咁佢仲系着住银蓝色嘅衫嘅，咁就系因为佢喺 Queen Star Force 嘅时候嗰套服装啦。咁另外咧，呢两嚿透明橙色嘅咧，就系佢发射佢嘅能量啦。咁小朋友玩嘅时候要小心啦，因为佢嗰个威力都几犀利。我可以示范一次俾大家睇，就系咁呢度，系啦。咁大家就可以见到啦。咁另外咧，这个 Nick Fury 就系嚟自76127嗰盒嘅。咁佢咧，在电影这个场景跟 Captain Marvel 见面的时候呢，其实就应该穿着西装外套的，但是在这个人仔里没有。但是他这件衫都挺特别的，你可以见到他有个枪袋啦，还有支枪。那都是一样啦，而 Lego 人仔呢通常都会有两个样子的，那可以给大家看看，这个是正面，这个是背面的样子，然后这个正面同埋背面啦，咁通常都系两种相反嘅表情咁样嘅。咁另外再睇下呢一个电话亭啦，就系佢喺 Captain Marvel 嗰套电影入边咧，佢嚟到地球之后，就喺电话亭嗰度拆啲零件咧，就想尝试同翻佢嘅同伴去通讯嘅。咁另外咧，你仲可以见到呢度有一粒咧，呢粒透明蓝色嘅咧，应该就系、是、在电影入面有出现的宇宙魔方啦。咁大家可以见到电话亭入边咧都有好多细节嘅，例如呢个 number pad 啦，同埋好多呢啲系90年代嘅产物，就符合翻电影入边嗰个年份嘅。咁呢一包 Polly Bag 咧，我都几推荐嘅，因为佢一包入边咧就有齐两个喺 Marvel 入边都几重要嘅角色啦嘅人仔。同埋仲有一个电影入面嘅经典场面啦。咁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啦。咁如果大家仲有咩其他开箱想睇嘅呢，欢迎留言俾我哋啦。咁记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。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